容海恩议员，咁啊，日前咧我就开咗一个记者招待会啦，有关于系酒店、中小企、饮食、餐饮业同埋零售几个界别咧一齐去联合一个做一个记者招待会嘅。咁啊，目的咧系就住而家政府最新嘅旅游措施咧，去提供翻意见，同埋俾政府都知道而家业界嘅艰难之处啦。咁响个记招入边咧，我自己亦都提出咗几个建议嘅，即系有见到而家虽然政府话嚟紧会有210个嘅城市嘅活动啦，但系都见到而家系已经系六月啦。咁六月最旺盛就是我哋暑假嘅檔期，咁但我亦都見到政府咧就仲未喺暑假檔期咧就做咗一啲有咩特別嘅措施去搶旅客啦。咁我覺得個重點係點樣去搶，同埋點樣去主動出擊係緊要嘅。咁我亦都留意到咧，業界係即係我頭先所講幾個業界咧，佢哋都係關注到，我哋一路都係講緊可能宣傳香港一日兩日遊，但未有講到點樣去長線遊喎。咁我自己再做多啲研究。其实如果我想在香港找一些旅行的行程，其实很困难的，可能都要依靠一些外面的公司或者旅游公司去提供一些旅行的资讯给你。我觉得这个也是太过被动，因为如果我们是想吸引人来，我们是想旅客去哪里的，应该是我们政府有个主导性，或者政府要介绍哪些是长线的旅行，我想五日的有什么玩，给亲子的有什么玩，给年轻人嘅年輕家長有咩玩咁樣，所以咧我就建議政府咧要設立一個人工智能嘅專員啦，旅遊專員啦，去幫旅客咧去設定，去自己每個人咧可以係私人設定自己嘅行程。咁亦都需要咧，因為如果需要大數據，需要人工智能嘅話，一定係需要一個旅遊嘅大數據平台。咁所以咧，都希望政府咧，無論喺科技上面點樣可以幫到業界啦。咁啊，頭先所講咧，盛事嘅活動咧，其實亦都係未有好好咁樣擴展到俾其他嘅業界，即係包括飲食啊、酒店咁樣。咁因為咧，佢哋有時好遲先至通知業界，好遲先話俾酒店業聽。咁佢哋其實都幫唔到政府做大量做多啲嘅宣傳。咁所以咧，業界其實都一致異口同聲嘅，都希望政府同佢哋多溝通啦，早啲話俾佢聽嚟緊有啲咩大型賽事、大型嘅盛事，點樣可以喺邊度配合到，同埋點樣可以覆蓋到俾多啲業界都可以參與到盛事嘅活動。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政府係從善如流啦，多聽業界意見啦，多同商會合作啦，咁亦都可以嚟緊可以打造一個更易去旅遊嘅香港。Thank you.